佳姐。大家好，会足忝的，啊，会足忝的，咱举手看麦，哇，大家拢袂忝吼，啊，我是泰雅族，但是讲，有人问，有人问讲，你是哪一种的？我讲，我下面家是卑南族，顶冠家是泰雅族，所以啊，综合起来叫被淘汰族。啊，今仔日吼，台语我本人台语无使会练断，若是无拄好个所在，我会用咱个北京语吼，咱参悟一下吼。再来啊，咱个原住民来伫遮啊，所以北京语嘛是爱用吼，北京语嘛爱用。今仔日我个心情，毋知是用啥物角度，毋知是用啥物方法，佮进一步将咱台湾。啊，民政府甲咱的关系做一处的诠释，啊，这种的诠释，因为我来到这，我渐渐了解，原来早期咱努力、咱打拼，结果拢失望。安那找、安那行、安那付出，到尾啊，嘛是失望很大。原住民群的也是一样，多少的努力，多少的打拼，似乎觉得走起来呢，越走越重，愈来愈重，愈来愈感觉讲无迄种的气力，绝对是有原因的。到尾啊，有人甲我讲，你若是有时间，咱来听一个看卖。你若是正够爱台湾，你。出一个时间，短短的一个时间，你了解看卖。迄当阵我的理由就是讲啊，我今日事业较无时间啦。你讲台湾啊，十几冬前我的物价，吼物价钱也出，时间也出，啥物拢出出价吼，有时红阿婆会搭价，你也是足艰苦的。但到尾啊，倒转来。安尼看起来，够失望。所以讲，对，你十几冬、二十几冬安尼行，到尾啊，你是行唔着路。你若是歪一个角度，佮慢慢啊看是啊，原来咱行唔着门是有两地，结果我是拢向遮行，角度往遐，佮开一哈、啊，开这一扇门呐、啊。嘿、hey, ，台湾民政府，为刚开始，我重新的认识，原来我的定位，原来我的认知，总是有一个偏差。我来到家，真正的了解，努力搁看，搁了解的是，我非常的欢喜。我讲，真像我伫电台，捌甲人讲啊，一早醒起来的时。我摸我的鼻啊，哎，有风呢。好了，我内底吼非常欢喜，我搁哇，是不是安尼？一再洗啊起来，有人摸家己的鼻啊，讲，嗯，我还搁会喘气呢。啊，讲哇，袂歹呢，我搁哇呢。有的人是倒咧困的时都袂起来啊，你敢知？所以吼，我今仔日。咱当时讲，为了咱家己去思考，搁再讲，咱也搁有几冬会当活伫世间，十冬好唔好？二十冬好唔好？咱可能会过，但是咱回头搁看咱囝的时，有一天恁囝讲，老爸啊，你有影非常无用心啦，我母甲安尼。大学毕业了，我即马要做啥？分期付款。囡仔生了，两万块的债务，这就是咱无用心的结果。所以今仔日来好好啊了解。我有人告诉我，有人甲我讲，好，我到底是谁？咱敢有这种的思考？
谁能告诉我到底是谁？有无？有人去思考无？可能有，足济台湾人拢是，本土台湾拢有这种的思考。甚至我们许多的原住民有没有为我们自己讲？曾经有一个叫着，那个叫着什么什么诗啊？那个那一个歌里面说 ：“Lucky, Lucky, 母沙属于奴。”他说：“孩子，孩子，你要去哪里？”然后他还有再重新的说 ：“Lucky, Lucky, 伊玛拉鲁苏。”他说：“孩子，孩子，你叫我什么名？”佫再问讲：“囡仔，囡仔。”您爸爸叫什么名字？这种的问号有没有给自己再次再次的提醒？谁又能告诉我我的国家叫什么名字？叫什么？有人知道吗？今天来到这大家应该都知道，你在座有国籍的举手，你身为你现在你有国籍的举手，举手看看有没有。诶，无呢？有无？有无？台湾算国吗？我们早上有没有听到啊？秘书长讲的，台湾今天是属什么？它的定位，国家的定位，日属什么？美控，大声一点，别起来！哎，想过谢谢啦。再一次来，日属美控。今天开始，有一天有人问讲，谁能告诉我，我现在台湾的定位？我们大声的喊说，现在台湾的地位是日属美控。大声讲，甚至呢拍胸部，哈，我跟你讲啊，我还要拜嘛，无要紧，我跟你讲，我非常了解。今天台湾的地位就是日属美控，所以说来到台湾缅甸府，咱才知影讲啊，原来台湾是属什么人的？不是日本、美国，是什么人？今天日本天皇，对不对？好，今天台湾的地位是属日本天皇，谁占领的呢？啊，美国。哇，足巧的呢！啊，这期我们是足巧，我们为自己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啊，足巧的哈！我们必须要给自己有这么样的一个认识。有许多的，然后呢，有人在问我有什么法律的依据啊，证明我是个本土台湾人，我是个台湾人。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我们慢慢慢慢的看见，我们今天不用太多的情感来看台湾。我们必须要回到什么呢？法理的论述来看台湾。今天你看看，在这种的状况之下，中国的教育，它一直是让我们做一个什么焦灼的状态，让你模糊。你可能不是哦，有一个孩子说，爸，你敢是我老爸？那当时你要怎么回答？爸下去。我讲这是公囝，我生的呢。哦，但是咱即摆变成讲，我们都在焦灼的状态之下。我们多少台湾民、人民有多少的盼望，想知道自己的身份，想知道今天的地位，但是我们今天都活在政治的涟漪中。有没有人想到你是现在活在政治的涟漪中？有无？你公平吗？想到这样，我就想，又想到一足侪足侪的老人，住伫迄个啥，住在都会区的，好乡下可能没有了。都会区的，早上凌晨三点半，我就看到骑单车，啊，拖拉就那个什么手拉车拉嘎，然后碰碰啊车，迄拢是咱的老人，你敢知？你做啥？Q 什么？哎呀，做环保很好听，对不对？收一些资源回收，就哎的抓箱，对不对？老农民有没有看到？看拢是台湾人的老人，你敢知？所以有一首歌，就看那讲要无，
就干那干杯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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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感觉无？台湾人，伊老人一定爱安尼靠过三顿，一定爱安尼趁钱，子孙靠有通钱来读册。你敢有这种的感觉？足深入的感觉，咱的老爸拢是安尼来的。你到市内看卖，我有一天看到老人，就是阿嬷，透早起来就拖车，吼、哦，拖一沓一沓的，足悬足悬的，非常老，走路安尼塞塞。有一天，我非常感动到讲，想要给他录一个，做一个纪录片。迄当时。我无啥钱，我没有买那个记录那个 DV。当我一天我小可有钱，我买了 DV， 要去拍他的时候，人无去啊！我非常的失望。所以今天台湾，我们就受到什么呢？政治的另一种啊！老欧啊，就我卡定，敲啊，在这树底下敲卡敲卡哦。翘的翘，然后坐在板凳，要干啥？哎呀，很厉害！你有看到吗？原住民是哪里？你有给他看到吗？有，在那里怎么样？享受，扇子吹吹，哦，管你那个呢。然后，咱的阿公阿妈透早起来，天气安怎？非常的冷，对不对？脚骨安怎？脚裤安怎？啊，卷起来，要到田里。卡入去的时，迄水是冰的呢，气冷呢，会比喘呢，无法度。你看咱的总理透早起来去安怎种菜，哈、啊，农业啊，咱的迄个副秘书副主席嘛是同款。你看这个才是真正的本土台湾人的精神。但是呢，不公平的待遇。老欧啊，看病爱钱无？恁阿公阿妈看病爱钱吗？是不是拢住台湾？为什么有两个待遇呢？为什么？这是不是政治的另一？不公平嘛，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必须要弄得清清楚楚，我们必须要了解今天。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我们都受到一个政治的涟漪当中，所以啊，这个图案叫什么？台湾人本土台湾人是受到铁链的捆绑。啊，中家该行是咱的个子孙，咱受捆绑，受不公平的待遇，但是咱的子孙是咱的基，咱的手中，安尼慢慢啊长大，他也非常的痛苦，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景象。我们非常愤慨，但是无法度，努力了二十冬也无法度。所以今天台湾民政府让我们回到哪里？法理的论述。从法理的论述才清清楚楚的看见，原来台湾地位，我们今天在这里掌控的这些流亡政府，根本不把你们当人看呐、啊。马英九到我们部落说：“我来了。”我们到原住民的部落说：“我把你当人看呢、啊，我还要受教育耶。”或许有人说：“不的，你那、啊、你不要翻人家意思，人家不是这个。”我告诉您啊，等一下有许多的图案，我们慢慢的去回溯去看一下。你看看这小孩子漂不漂亮？叫高追对不对？那是咱的子孙呢。哦，到底伊嘛是从细汉开始就怀疑啊呢？你有感觉无？足济囡仔即马非常的巧，吼、哦，巧到问一些问题，你就莫名其妙的没有办法回答。他非常的聪明，他看到我们大人满脸啊忧愁满面、愁眉苦脸，该想讲奇怪，我来到世间，是安怎看到阮爸母都是安尼自干的面，安尼非常的歹，啊、哦，面嘟嘟，这是安怎？他就开始从小就开始许多的怀疑，
所以说你们说像那个小孩子回答说，你们说小朋友不该有烦恼吗？因为他生长在那环境当中，他当然自然被污染到了嘛，他哪会有喜乐呢？哪会有快乐呢？他里头又告诉你说，可是你们没有让我们小朋友哦，一个安全的环境，我没有安全感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咱这个北部的人有没有很好安全的答案，给孩子有一个让他觉得好，老爸，有你最好，有你最水，我换你世间笑眯眯，将来唔捌后悔，敢有这种情形？啊，你有保证无？你能保证让你的子孙，让你的儿孙？有这样的一个安全感吗？人说我也知道，我连我自己都没保障啊，我连我自己都没法度啊，还有问悲哀，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活在地上，谁也没有人办法给我们一个很好完全的答案在。所以我们记得知道台湾民人民有知道台湾历史真相的权利，有没有？你身份，你的真相，你有没有权利知道？有，我们当然 有权利知道。台湾人也有拒绝被隐瞒事实的真相跟权利啊，人家隐瞒你，你也拒绝啊。那你所以奴役啊，习惯了、啊，哎，不能讲了，哎，嘿吼、哦，乖呢，能讲了。我细汉的时候，我爹讲的是，我老爸讲，嘘，后边有人听哦。红亮哦，东西活在那种被恐吓、恐怖的情形之下。温欧斗上，他是那个日本军官，他退下来做传道人，一上台，在原住民泰雅部落，啊、哦，讲那个圣经的话，一起用上，一起被男主，比方讲啊呐，比方讲泰雅族话，哎，伊就讲自己嘛。卡米诺梅乌米阿库妈妈的哎妈的，他讲一公告阿内哦，刑事组给他的套件呢，三星分局耶，三星，你敢不知三星分局里头，宜兰嘛，哦，派两个和刑事组啊，公告差不多五分钟，伊就来啊，好、哦，阮阿伯、阿阮爸爸、红爹去三星分局，待三天，连续哦。在我眼前看到我父亲有三度被带到三区分局，为什么每当攻击你？你知道吗？总的这些问题，这些权利都是被他们这样子弄。我们从小看见这种环境，我们心里非常的心痛。啊、所以说，有很多的状况，这项的权利、自身的幸福跟那个命运，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呢，谁都不能剥夺，谁都不能剥夺我们的权利。但是今天我们看见剥夺者呢，他是一个明昧良知的罪人，对不对？这个罪人是谁？今天228事件将台湾的精英一个一个的杀，今天杀台湾精英是中国共匪呢，来杀我们还是谁？国民党，中国共匪并没有杀我们呢，有没有？来台湾，来台湾的精英无？有无？架杠台湾，台湾的什么党？中国国民党，是不是？所以呢，本土如果要继续这样的沉默的话呢，美国会认为我们本土台湾人呢、啊，还是一心过，哎，等等，心甘情愿的啦。我们还要沉默吗？你那是不出声的时，我们。连这个有心为我们帮忙我们的美国人呢、啊，也没有办法，也没有办法，他也莫过奈何。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我们不能再次心甘情愿的被这个流亡政府来统治。今天流亡政府是有凭有据的，我们看见，连这个联合国公报里面说，中华民国是不存在的国家嘛，对不对？它是什么？是流亡政府，这不是我们讲的呢，是不是？这法理里面说得很清楚，所以我们本土台湾人必须要认清，这个长年来我们是被践踏的，没有尊严。早期我原住民啊，穿一个原住民衫吼，穿来哦，
要到那个溪，因为到都会那个街道的时候吼，都变成安怎惊惊呢？哎呦，我不是啦，我不是原住民啦，人要被猛攻的，我不是啦。哎，拍谁啊？我也不知道你是谁，你干嘛这样子？从小就啊被欺压，惊吓。有一次我做摄影礼服，看起来安那看嘛是啊，欧巴欧巴。阿公，我叫阮太太讲，哎，他是我们三地同胞，要不然还没有成为原住民啊。我是好心嘛，哦，他是三地同胞，我们来优惠一点，哦，啥意思之类。那我就说，哎，你好，来，我是泰雅族的，我不是啦，我不是啦，呀，哎，公告我不是啦，后面的就承认他是个原住民嘛。我叫阮太太讲，哎，生卡鬼，这生卡鬼绝对别当优惠，啊，不承认自己的，啊，本来那是好心被啥意思，对不对？你讲我不是啦，好改的。你讲你不是，我得叹个路子，啊，是不是安尼？啊，所以这个是环境所造成的，啊，我们必须啊，有许多让我们失去了尊严，这个就是环境所造成的，而且剥削我们一切的权利。所以这个是我们已经常年来受到，已经是成为一个奴役的生活。哎，唔当讲啦。啊、不要讲的啦！哎呀，我给陈卡讲啊，阿妈，我如讲这代志讲啊，不要讲很多啦，尽早会转呢。啊，拢是这样的教育啊，所以这显然我们也是非常可怜。所以呢，回到这里，我们必须从战争法来看，战争法谈到国际地位啊，台湾是刚才所讲的是什么？日属什么？大声一点来，台湾是怎么样？啊，是日属美国，所以我们台湾民政府，我们的秘书长非常有主见的、有主张的，告诉我们台湾的这个主权的地位，他讲得清清楚楚的。从这个国际法、战争法里面，根据这个战争法，台湾的主权不属于什么中华民国，也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美国属地。这不是我们捏造的吧？啊，这个是有法根据的。所以从战争法谈到1945年以来台湾的国际地位，所以再次的告诉你，台湾不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不是台湾，要弄清楚。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台湾不，中华民国，那台湾的主权也怎么样？你们今天清楚了哈，台湾是不是属中华民国？是不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属谁的？啊，要大胆的讲，对不对？日属美控，今天台湾的地位，台湾这个土地的所有权人还是日本天皇，对不对？那就是美国占领这个台湾，所以必须要清楚。这不是用我们的想法跟情感来看，我们要从法理来看这个地方，啊，从旧金山合约里面，我们确认，在美国第二次大战主要的战胜国，在1945年，美国军事政府自10月25号起啊，25日起，它就拥有日本以军这个日军统治下，包括什么台湾，好，包括台湾。所以呢，在这个情形下，蒋介石呢来接收，是因为是麦克帅的一号行政命令，一号命令哈，一般命令第一号，他代表联军到台湾，本业接受了日本的投降。这个是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慢慢的了解台湾的国际地位跟国内的政治的状态是一个没有确定的因素哈。美国国务院呢也承认啊，也不认为台湾的主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以前啊，有人带我们说台湾是一个什么，哦，台湾是一个，哦，大家痛到要死，结果不过现在说原来我们也没法度啦，你敢有法度怎么独立啊？我们的司马库的有没有办法独立？你们很早就宣布司马库独立啊，对不对？啊，司马库斯有人知道吗？哦，他很早就宣布独立了呢。他们现在是自给自足啊，啊，这是我们的典范啊。未来哈，这个美国国旗啊要升起，我们都要去报到，好不好？
能够在中央山脉啊，美国国旗跟我们这个军事占领旗、日本国旗在那个什么司马库城这个升旗的时候，就表示台湾已经回到原点了。我们给他们鼓励一下，好不好？啊，司马库的代表已经来到这里，就表示我们台湾的新的希望就呈现了。以前呢，在国民党的权威之下，他们就大胆地说，我们啊是一个独立自主的部落。司马库是很棒的哈，所以维德里巴不让这个县府里面林务局都不能进去啊，林务局进去啊，有个公告啊，那个公告写什么啊？啊，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他说：“是不是进去，他的生命的安危啊，有这样这么一些的公告？林务局立即比拍谁哈？危险，生命危险，我不负责哦。所以，因此他们的坚持，使得这一个部落的群牧哦，群牧表示很多的神牧哈，都是因为他们的保护，才存到今天的。不安尼起来的，迄条啥？”林务局派这里哈，今嘛最近不是泰雅族跟泰越族对立吗？而不是这些啊，这个林务局他们就借力嘛，哈，利用。所以呢，我们看见，我们在这个就是说，我们再来追溯台湾这个主权，从190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约什么马关条约，将台湾澎湖主权啊这个管辖交给日本天皇，写得很清楚吗？有没有交给中华民国？有没有交给中国？没有嘛。所以台湾成了日本的殖民地。在1945年，日本在台实施了皇民化的政策。所以呢，今天国民党政府，那国民党流亡政府来到这里，他要把那个国籍变更为他中华民国，他们有没有问你们？有跟你参详无？有没有给你时间去考虑啊？没有，对不对？他是强迫性的呢。我爸爸多少家一岁单，因哥哥多少家岁骂，这是感谢你啊！我了解了，我以前的名叫单青莹啊，83年啊的操，别人一当中我就讲，不对呢。我过来问我爸爸的是讲，那东西是我的村干事啊。讲啊，恁这族是姓陈的，恁这族姓马的。那我兄弟要问两个姓氏啊，所以为迄卖开始，我到87年迄当阵了哈，我就开始要申请啊，恢复我原住民的名字。我去户政事务所先来讲，不行，没有这个例子的。吼、哦，北京户非常标准的，不行啊，那个没有这个例子的。吼、哦，我好个在无讲无卖三字经呢。但是那当时我也不会插吧，我就开始给他撸到尾啊，我插单青莹没去了，我就用三次的，一次两次三次，你若是看到我，哎呀三次，好佳哉，不是六次，一次，一次失败没关系，免那个，免怕呀，第二次又努力了，第三次怎样，绝对成功，哎呀你说的哦。台湾民政府的课令了哈，今天一开始绝对是成功的哈，来努力。所以呢，你看，看到这种情形，他整个过程的演变，他不尊重人权，他没有过问过你，他没有给你时间去思考，他往强迫性的连夜除根呢。所以这种态度是非常的比那个什么。比那个那个强盗哦，卡阿爸，所以今天流亡政府啊，他是一个践踏人民，践踏我们台湾人民啊，剥削，然后使我们能够已经习惯活在这个奴役的生活，常常觉得说，好啊，免阁吵啦，保持现状啊，安尼的好啊，好、哦、保持现状了、啊，所以这个是很悲哀的事。所以今天我们回看啊，小孩子一生下来。开始怎么样？所以讲囡仔过来就是咱都看囡仔的相片，照一个囡仔的相片，好噶，
就可怜，因为他一生下来就负债啊。那陈到了年轻，大学毕业以后呢，就开始怎么样？每个月怎么样？分期付款。你若是讲即马一个月2万5，一个月2万5，分期付款再付他这几年的这个学杂费，我讲足可怜的呢。年轻人真的是有付过分期付款的，给他手看卖笑脸呢，有无？咱家有吼？你看，哦，遐尼济哦，很痛苦，很可怜的呢。所以呢，最近呢，我即马就是安怎，油、电、消费用品、仪器的原料都怎么样上涨？你这个他呢？你看，你们要用电要用什么？要省一点啦！亏得我脑袋倒是还没有坏啊！这个哈，我们再看前面的哈。哎，这个小孩子怎么不见了？不是，很漂亮的小孩子不见了。他不敢生下来，帮我弄下来一下。没有关系，记得这个是很可爱，很可爱，叫腼腆的。这男生的囝是非常天真可爱，台湾男生的囝拢是水，拢是水。我们可爱的下一代，却让他来到了这个地方，就开始有负债。所以啊，这个囡仔问因哥讲，这位大哥，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叫我一生生下来扛债务，小子，我不干了。他就开始哭了。你也做妈妈的，你有这种感觉不？恁囝这样好，虽然他讲不出话，虽然他表达不清楚，他的满心里面都是这故事，你知道吗？你看看流亡政府，他是篡开历史，欺骗我们本土台湾人。一直是在做这种工作。你看最近的上次有没有在八八水灾的时候，多少的承诺，我们就看得出来，这个马区长真的是能力非常的差，对不对？在这个时候，人民的伤害，都非常的疼痛。他们在干什么？我们很多环境，我们的中年人到了，像我们中年人，也非常的痛苦啊，要安怎？要怎样啊？失业，无工课，没有找不到工作，孩子交易学会，明仔载都被叫啊！这个痛苦，房贷、车贷，我怎么办？我们今天都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懊恼，很悲哀，很悲哀的。你看这个，老人很可爱的老人怎么也不见了？老人。那边会不会出现呢？有没有出现老人？没有啊，都不见了。好，流浪在街头。刚才说就干那干没不就干那干没不秋季的瓜心一生这边老人的朋友说有一口音吗？头摸白白挑骨，看到人就在那搬。老农民有老农有福利，老农民一个月可以领多少？1万多少？15000几到9000几。咱老人呢？敢有？3000是为当时开始，就是什么时阵开始？不是对，开始对不对？我捌领3个月，哇，3000嘛袂歹呢。原住民比较快啦吼，50岁就开始。我3000块，到尾啊，我老板起价哦，调整了哦，迄个月就无啊呢，吼，足紧呢。要调整，穿了还袂落来，就迄边一个月就无领呢。我领3个月，吼，对咱是非常用心的啦吼，对因是凊彩啦。我们也是足迄落的，你看，咱少年呢，找无工课，
忧心烦恼，咱今仔个子孙，咱个囡仔，咱个少年辈，拢伫遮非常可怜，啊、哦！家人活在，哎、欸，奇怪，这是相片，水个、个好个、个缘投个拢无出来呢，哦。哎，可能有人做，迄个哦，是毋是有派失败来？哦，要生活，生活教育，家是一对迄个母阿囝哈，妈妈跟一个女儿，妈妈一个女儿生了孩子，都爹好，两个相抱，啊，两个相抱，因为油价，啊，孩子的奶粉，啊，各方面都来，他们就在拥抱下一餐。孩子的学费，唔知要安怎处理？哦，看到这哦，乌含钱的政府，你看一个老人徛伫啊，正面迄种尴尬，我不知道。我用这样的一个图案，是予人特提醒，咱今仔爱怎办？今天要靠你一点点的能力去改变这些。一个年轻的妈妈，为了奶粉拿不出来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所以今天台湾政府跟你有没有什么关系？当然是有关系。从今天开始，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啊，这边的小孩子一再讲，在这边的小孩子都在那边观望，都在那里等待，啊，哦，在那边等待，他好羡慕很多的人，啊，很多小孩子有钱，啊，有钱，啊，也有营养午餐。妹妹说。我什么都没有，我拢无，目屎头，目睭是咪足水的？迄是你的子孙呢？底下目睭大泪，目屎，底下哭，底下看，你做大人的甘甘心？吼、哦，看到这种的情形，这边的囡仔讲，开始讲，讨厌，我不要了，我不相信你们大人了。有一天，你试看卖。有一天您子孙说阿嬷我讨厌你，所以不怪今天的孩子对老爸对阿公阿嬷有时没拄好的就抬老公哎阿公阿嬷，这是环境所造成的呢。你不要说忽略了他们心里的疼痛呢。咱今天要了解，今天好感谢感谢民政府，让咱从华丽的论述来去看今天的台湾。你不要以为说哦，跟咱囡仔你话目睭安尼水个，结果他内心的世界比我们更惨，你知道吗？跟我们更凄惨，所以他有一种反弹。像你水人，结果是像你看起来像你歹，因为他里面反弹的情绪你无去了解呀、啊，他要的你没有给他，你还说我是你老爸啦，你吵啥？我们常常用主观的意识。骂他啊，就是说压制他，这种的是中国的那种教育啦。我们不要有这样的教育，所以囡仔开始反弹啦。你看，看目睭拢无同款啦。啊，这你看，想不通你们这一群大人呐、啊。啊，你看迄条迄条，这嘴角歪歪安尼，安尼。你不要小看他们了，现在小孩子每一个都在反弹了。你看，吼，目睭骨都硬的，用硬的吼。台语讲的，咱讲用硬的吼，好硬的。咱这老爸讲，你硬啥？后边无一句啦吼，恁你硬啥？嗯，我是恁老爸啊，但是伊嘛是愈来愈硬，硬到目睭愈大泪啊。好，你不知道我在生气吗？妈就说：“我把你当人看，你不知道我在生气吗？”啊，我赶快，你要给他的第一号。妈，我肚子饿了。哦，我从这个角度让你们去看见。刚才说我肚子饿了，这个什么？这一只是什么？牛。牛的什么？奶头。孩子没有东西吃啊，妈妈没吃啊，记得上班啊。无人照顾啊，结果呢，看到牛徛伫遐，改成妈妈的泥头，了安怎？去树泥头哦？为什么？肚子饿了，我饿了，我受不了了。你看这个图案，你感觉如何？
无感觉的人举手，大家拢有感觉。这个死角，你说没有吗？在社会这个死角有没有？很多原住民啊，那整个部落，父母亲上班了，阿嬷年纪大也顾不到，肚子饿了，看到地上东西就怎么样，就吃了。以前哦，我阁看到讲，阮庄脚人以前放会使无？囡仔有时就无腰嘛，伊就挂着就食呢，对不对？阮堂二叫阿伯，阮的堂二哦，因爸母拢无伫啊，食有米啊，阿无种就腰的是米啊，那各各食。是安尼过的呢？那现在有没有？也有啊。那是咱唔知尔。你看囡仔看到牛，伊就开始数呢。人到袂堪的时，我不管优不优雅了，伊就做伊家己的行为。所以呢，不要以为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在你我的身上。所以你这边说你错了，这已经是在我们的环境中逐渐的发生了。所以今天台湾民政府就是新的开始，我们必须要彻底的，您今天来到家一定要用心的，免说为着你跟我，最主要的是要努力为着咱的子孙来看，你不这样思考，这孩子就来了，就怎么说呢？我来念，大人你们不要以为小孩子不会反弹，我知道，他怎么说呢？你们呢滚出去了！你们不会治理，让我来治理的那个感觉，你看那个跳度，哈！恁大人无得哪做，无得管理国家，我来做。哦，你看看，老人年轻没有，我来给你们看，我让你得到老人年轻，小孩子，你看这种态度，哼，对不对？所以讲这种的情形，咱爱了解，你看这。这孩子生出来，这手是怎样？哼！一个古锥的囡仔，你看会变安尼呢？你看，即卖的囡仔古锥的变成安尼，遐尼可怕呢？对不对？到尾啊，讲老爸，哼，你的耳朵我嘛夹啊，互你挨一个。这显示儿童诸多的不满呐，足济足济不满，显示在儿童的身上啊。现在儿童教育问题，不是说我们说那个的整个问题都来了。你看最近那个叶小姓叶的有没有车祸，弄死人了怎样，他也没感觉呢？叶大少爷，对不对？弄死人，人死是没关系的，跟他没关系的。这种就是一种非常恶质的流亡政府的教育下所产生出来的。所以呢，我们不愿意成为流亡政府的奴役，我们孔这样的镜头里面，我们要看见看得清清楚楚。嚯，你看霸气，这个霸气有没有？你们这些人怎么会照见像这种人，他会怎么会照顾人呢？想什么人？哎呦，你还知道呢，还够巧呢。是得了，你看他吃一个东西怎样，他太太面怎样凶悍啊？对不起啊，这个灯关小哦，他看不到那个字，拍谁？凶悍，谢谢。哦，那叫什么呢？支那人。支那人不是我们讲的呢，孙文啊，孙文那当时嘛是讲支那人呢。我有文在手中哦，他也讲是支那人哦。支那人要吃相。这种情形霸气，所以常常这 EQ 这种人就是 EQ 很低啊。你看看美国总统哈，我们来看一下美国总统。你看这个是谁？奥巴马哈，这个呢，他清洁员工啊，工作人员。杜丢呀，他们两个互相见的时候，反观美国总统奥巴马与清洁员工。用拳头互相问候 ，Hello， 所以呢，显示出他的 EQ、IQ 是高的，对不对？那我们这个呢？因为他知道啊，他
他时日不多了，所以呢快快的把这个最近哈牛肉反美的态度，他一直炒热，炒到末了是为的什么？为的是来遮盖掩盖他跟中国的什么热线。你看在啊，很可怕呢，他掀起一股事件呢、啊，然后盖住他跟中国的热线呢。最近什么，连我们的这个国税局也要开放民营呢？天底下有这种事吗？他知道啊，这个台湾民政府要接管了吗？他马上就给你这样的事出啊，所以很可怕啊，这些人啊，所以我们要清楚哈、啊，要认清这个人啊。跨越边秋丽的灾啊，那个真的是我懂啊，很济人台湾人咧支持伊的，对不对？他是爱穿短裤啊，我有接触啊，去派出所结果有一个相片的屁股啊，哇，翘翘个安尼啊，啊，妇女票很多呢，哦，烟斗呢，好、哦、你看嘛，那立体美，所以木台湾人葫芦哦，票非常非常的多，吼、哦，非常懊恼啊，无多人水啊。啊、哦，像那伊都讲的，拢爱连爱受罪，受罪是要去金门马祖啦，哦，哎，拍摄，啊、哦，所以到今日，我们要恢复到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看看，我们要活出生命的尊严在，我们怎么活出来？这必须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功课，啊、哦，我们都要清楚。我们要维护我们基本的权利，需要觉醒，我们需要认清流亡政府，这个中华民国的体制下，我们不能屈服，我们不能做被告，我们有声音，我们要出，我们要说话，我们必须要讲出来。我们若不讲出来的话，我跟你讲，我们就没有了，我们就消失掉了。我今天来到这的时候，我每礼拜都来这，要隔阳到这，真的是非常的好、哦，对不对？我太太是也未入来。当初要我来参加的时候，就甲我讲，甲因朋友讲，阮翁唔知是头发烧无。那如果你逐礼拜拢到遮，伊是讲哦，唔知爱看病院，有看医生无？到即马就愈来愈郁卒啊。迄条路是毋是甲以前同款？所以这是毋是非常啊？哦变成讲造成咱的许多足侪足侪困扰，但是我愈看愈感觉讲愈来愈有信心，尤其是恁，你话早期总理啦，因几个啊要控制美国的时，两当前对不对？迄付出偌大，你敢知？咱今仔日是成果花啊，花蕊哈、啊，花朵哎、欸、要开啊嘛吼。咱看到这呢，以前无呢，今在伫倒呢，所以这样的代价，咱爱了解。我们今天是非常庆幸，我们必须要了解，唯有寻求台湾民政府的成立，才能够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靠希望。因为这种的中华民国流亡的政府，这六十五档到67档来，对咱台湾只有一件事情：摧残。没有一丝的尊重，所以为此我们更要努力的争取应该有的权利，让我们活出有尊严、啊、所以当原住民穿上衣服的时候，走起路来，好、哦，那你都会区域朋友说，哇，你的衣服很漂亮呢，这样，我也要，哇，伊就换起来就有尊严了、啊，对不对？所以呢，嘿哟吼哟，拢来啊，啊。那有风啊，走路哦，无啊，拢也是靠原住民的迄落。以前早期敢有？无可能，摧残呐！我以前厝啊，我咧厝去讲迄落旧啊嘛，要阁修改修了，要修理了袂当呢，就马上要拆除呢。他魅族魅村啊，摧残呐、啊！他无所不及那个，他给你弄台湾呐、啊，有偌大来一个国家公园呢、啊。利用国家公园、啊、把你慢慢的离驱除出去啊！所以阮台的台湾族有一个人讲：“萨凯，我的名叫小熊，黑熊。”我讲为什么啊？我那个名字没有用啊，原住民那个名字没有用啊！啊，政府哈、啊、
国家照顾一根一木，在国家公园啊，一草一木都不能动呢，一动就要啊就被关起来呢。那我原住民名字再怎么讲也没有用啊，所以我的名字叫小熊。小熊受到保护啊，你看都悲哀呀，就悲哀哈。所以呢，我们如何来推啊，就是脱离这种锁链，让我们幼苗生命长得更好？我们怎么样解脱呢？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去探讨的。所以台湾民营政府主张有三个原则，能不能移过来一点？还是啊，第一个呢，要守什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个呢，不怎么样，我们一起念，不使用暴力或武力，但促使各种方法使流亡政府怎么样结束台湾的占领，马上驱离到哪里？中华民国的领土哪里？哎呀，够巧呢！你有来上课过吗？有上课吗？哦，刚刚有写哦，嚯，丽华啊，这写的真的很聪明哈，非常的棒。那第三个呢？他说到什么？对中国之民地证明政权流亡的中华民国政府推动事务，我们不与他怎么样合作？我们坚持这样的一个主张，所以台湾民政府他积极的推动全民的福利，啊，全民的福利。所以因此呢，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哈，也我一点钟了，所以儿孙需要接受关怀。像爸爸是这个哈，然后呢，所以我们各州呢，这是原住民州，各州呢就开始拟定了啊，修订了这个啊宪法新宪，我们就为福利的政策了，都在那边拟定了，而且很用心呢，非常的困难的哈啊，所以呢，再来你看看，在那个完整的福利政策之下，吉娜开始的笑咪咪呀，啊，我的家好自在呀，啊，看你看我的那个赛事嘛，不要紧，好自在呀，那马上就有什么笑咪咪。很硬的，然后呢，你看看，在爱的照顾之下，哪怕是一个鞋子，他也睡得很安稳的，对不对？这个是在台湾民政府的政策下，你看阿妈的开始笑，哎呦，外面的昂呢，哦，为什么？他看到，温馨的感觉，因着我们的努力，使得他长者享受到老人世界中，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所以呢，这个他们就是你看。老人，若是我们今天台湾民政府出来，我们的老人都是如此，啊，连什么呢？这个是什么？星星，哇，我好羡慕他们呢！希望我成为台湾人，是不是？所以呢，台湾的处境，哎呦，这个照片更可爱呀，够不出来啊？这个呢，就是我看看他，哎，也都没有出来哈。这个处境就是一个阿嬷，我们的童心啊，他阿嬷是说，就说母母。不要，阿妈就说：“儿子，谢谢有你。”他的妈妈是中风了，但是未来呢，他就向着就说：“不不，他说不不，妈妈不要客气，这是我的责任。”然后呢，喜悦的心情说清了一切。台湾民政府真好，那是阿妈讲的啊，哈哈哈哈，真好。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是在这里打住，好不好？掌声鼓励一下，因为这边还有很多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此打住。那今天有一些话我必须讲说，从现在开始，台湾民政府与你有没有关系是非常有关系，但是希望从今开始我们要回去，请大家告诉大家，以前走错了路不要失望，回头跟我走，来到这里让他都了解一些法理的论述，就明白明天不是梦，他绝对会对他的儿孙都有新的一个希望，好不好？最后呢，再给我们自己掌声鼓励一下。好，谢谢。请起立。今日，请坐，休困十分钟。